我们在音乐中坚守光明，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答案，而生活的经历让你领悟，只有历经坎坷才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可爱无聊的小柚子，又到了小柚子给大家带来美好音乐的时刻。说到九月奇迹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了，一组堪称奇迹的组合，两个人不光是歌声十分动听，对器乐方面是十分精通，这个在国内的乐队里可不是多见，两个也是靠着独特的风格迅速的火遍了大江南北，一首首经典的翻唱也是有自己的味道，这首中国范儿就是他们的经典之作，特别是女生一开口瞬间震惊观众，简直堪称天籁之音，小编五音不全就忍不住跟着哼哼几句，话不多说，就不影响大家欣赏了。不过他们对传统的民乐演绎可谓是精彩，双排线的表演和各种风格混剪，多而不乱，总有着自己的风采，也是开创了新颖的表演方式。话不多说，一起来欣赏一下他们的经典演绎吧。合在一起是这样的。听完大家感觉是不是意犹未尽，欢迎评论留言说出你心目中的经典歌曲。本期的音乐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